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调离杭州，召回京城。受到高太后的重用，苏东坡很快官升礼部尚书。然而，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执掌朝政，新的党争卷土重来。年少的宋哲宗开始疯狂打击旧党，重用被冷落多年的新政改革派。新法坚定的拥护者张敦当上了宰相。在太皇太后时期被重新启用，可事实上并不很得志的苏轼，在这个时候又成了一个打击的对象，就重新又回到了一个被贬斥、被流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唐宋时期，荒凉偏僻的岭南是被贬官员的流放地。在惠州，苏东坡又一次成为由当地官府看管的犯官。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家餐厅以主打东坡文化主题而闻名。1000支中国毛笔，500件汝窑瓷器，与苏东坡精妙的书法绘画，演绎了浓墨重彩的宋代风情。当然，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还是纯正的中国味道。我在美国生活已经将近30年了，还是喜欢我们家乡的味道。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刺美。900年前，苏东坡在困顿中发明了东坡肉。如今世界各地的中国餐厅菜单上几乎都有这道菜。美食家苏东坡自笑平生胃口忙，仅以东坡冠名的菜肴就足以成一桌宴席。其中有一样鲜为人知，那就是苏东坡在惠州发明的火烤羊脊骨。在惠州，它虽然是一个州郡所在地，但是毕竟是非常的偏僻荒远的地方。惠州的街市一天只能杀一头羊，那些官员他们都要买羊肉吃。他说，我是一个谪官，是一个罪官，我是不能够去跟人家去争羊肉啊，所以他最后就只能够买点什么，买点骨头，买了这个羊骨头回去，就是用小火把它烤出来，烤了以后吃这个羊骨头，他觉得有那个蟹的味道，很鲜很香。苏东坡给弟弟苏辙写信，隆重推出他的羊脊骨私家制法，他对自己的创造力沾沾自喜，还说用这种方法吃羊脊骨会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很不高兴。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再降临，他就用这样细小而具体的快乐将苦痛化于无形。被贬岭南前，苏东坡把家中仆人和侍妾一一遣散，唯有朝云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他。朝云坚决随同苏东坡前往惠州。朝云的这种气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肯定应该是个文艺女，是吧？是一个非常感伤的，也非常了解苏轼的思想和情感的人。有一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
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一边饮酒一边吟出一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身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听到人家在围墙里边女孩子在笑，他就激动起来，然后笑了以后人家走了以后心里很失落，把这么一种感情写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坦率真诚，生命力的那种活跃啊，情感的那种敏锐，好像是一种一刹那的单恋吧。朝云抚琴为苏东坡唱出这首《蝶恋花》，一边唱朝云一边后退，怎么因为两句说枝上柳絮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朝云唱这个落泪，苏东坡感触就很深，因为这里头表达了一种人生不在啊，美景难长的一种景象。在惠州居住两年后，朝云因病去世。朝云葬在湖边的山坡上，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他。亭柱上镌有苏东坡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亲。在朝云走后的日子，苏东坡的人生猝不及防地滑向了深渊。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原的儋州，临行前他一一交代后事，如同永别。这次去海南，我去了之后先挖坟再立碑，然后把棺材运过去，我就没打算回来。因为在他自己看来，都60多岁了，突然被贬海南岛，朝廷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唯一让苏东坡略感欣慰的是，在前往海南的路途上，他与弟弟苏辙相遇。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弟弟苏辙，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其中最著名的是苏东坡写给弟弟的《水调歌头》。从宋代到今天，从中国到国外，苏东坡作品的生命力超乎想象。美国旧金山合唱团正在进行演出前的彩排，他们演唱的正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我从小就喜欢唐宋诗词，这个《明月几时有》又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两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不管是你从哪儿来的，有任何的文化背景，就能懂得一种最基本的理想和这个渴望吧。《水调歌头》曾经被林语堂先生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广为传播，但在作曲家董奎的坚持下，旧金山合唱团演绎的是原汁原味的中文版本。This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 had ever sung this language,、mm-hmm. and so as a result, it has
although it's been 13 years,、mm-hmm. it's always stuck in my brain.夜幕降临，合唱表演在这座教堂拉开帷幕。旧金山合唱团演唱的《明月几时有》是今天压轴的节目。I think that he was feeling some loneliness and about people.Not being able to stay together, and that somehow all humans were connected together under the moon. 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对弟弟的思念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跨越重洋，依旧脉络清晰。将近千年了，所以你现在在读，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很撞击的这种心灵的反应，对，嗯，我相信再过几百年再有人读，恐怕还是有这种感觉。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这种是一种真正的意思。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苏东坡相遇。古琴大师李祥霆的方式颇为独特，他以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所描绘的意境为动机，冥思入定，悠然抚琴，创作了古琴曲《起舞弄清影》。我弹过的古琴，明朝以前的，清朝就不算了，我总有100张以上。那么没有一张琴从全面的跟这一张琴相提并论，就声音特别特别好，所有的古琴的优点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李祥霆演奏的这把千年古琴名为九霄环佩，它制作于唐代，为收藏家何作如先生所拥有。在何作如的眼中，李祥霆是这把稀世良琴的知音。他应该要应用，如果不应用的话呢，这个琴就等于死琴了。我买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先让国内各个地方的古琴爱好者来弹。人与琴的相融，金与木的共鸣，琴音袅袅中，苏东坡与后人的缘分仍在延续。九霄环佩古琴的背驰上刻着东坡苏轼珍赏几个字，根据这方印推测，苏东坡很可能曾经用过这张琴。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他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他是工程师，是诗人。于是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品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白马井码头是儋州最繁忙的地方，头戴一顶竹编的斗笠，这是儋州渔民几乎一致的装扮。当地人管这种斗笠叫东坡笠，海南人戴斗笠的风俗由来已久。相传当年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儋州后，有一天路途上遇雨，他便向附近农家借来竹笠和木屐。
苏东坡带上竹笠，穿上木屐后，当地妇孺大笑他怪模怪样，连狗也对着他吠叫。海南竹笠沾了苏东坡的光，从此改名叫东坡笠。来到海南，苏东坡无书可读，他与儿子苏过开始动手抄书。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东坡心满意足地说，儿子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钱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而报富也。呵呵。让我们看苏轼，苏轼怎么他发明网络语言了？写信的时候经常出现呵呵，我说完了以后，呵呵，就是写我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心情。这是网络语言的老祖师。苏东坡留下1000多封书信，短则10余字，长则100字，使用呵呵有40多处。呵呵二字是这种自得不加掩饰的自然流露。苏东坡谪居海南3年后，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再次被朝廷启用，他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年老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历经劫难，但幸运地活了下来。他正准备退隐养老之时，厄运却降临了。到了常州，他的旅程已无法再继续了。苏轼是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年近古稀的人一路颠簸，走的都是水路，又正值炎夏之际，所有这些因素堆积在一起，他就生了重病。现在推算起来，他应该得的是痢疾。苏东坡病了几10日，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苏东坡把3个儿子叫到床前，交代后事。他说：“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我心中毫无畏惧，你们别为我哭泣。”28日，弥留之际，好友韦灵方丈在苏东坡的耳边大声说：“端明，已勿忘西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信佛吗？你这个苦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你要走了，你嘴里头念叨这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能去。但苏轼的回答让他们感到很意外。苏轼看来，西方极乐世界和我的现在不是分离的。如果我曾经用心地过了每一天，那西方极乐世界就存在于我生命的每一天。不存在说我生命要结束了，所以要去往生到一个独立的西方极乐去。去世前3个月，苏东坡途经金山寺，即兴写下一首诗，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是他遇难的地方，惠州是他生活更不好的地方，儋州就更不用说了，蛮荒的，几乎会死人的地方。结果呢，他说这样的地方，这等于就是说人生的经验、人生的历练，每一段生命他都觉得是值得的。回首一生，苏东坡最想夸耀的不是高居庙堂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他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走了一生，
直到这一刻才真正悟道。苏东坡此事后不久，蔡京被任命为宰相，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成为朝廷批判的对象，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徽宗和蔡京的时期就把那些在政治上跟他们不一致的人就通通都列了一个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这些人就已经死了的，他死后的所有荣誉都褫夺，如果没死的那不能做官，要遭到贬斥。蔡京将司马光等一批元佑党人的所谓罪行写下来，刻在石碑上，成为元佑党籍碑。苏东坡也被拉进了这份黑名单中。You could not own a piece of Suchet's writing. You would be fined or go to jail. And the fines were very stiff. Everybody recited, had in their minds, they were silently reciting Su Dong Po's poems. He was incredibly popular. Even Hui Zong himself collected Su Dong Po calligraphy, even though there was a ban. The imperial ban on buying or owning Su Xie's calligraphy, the emperor himself violated his own ban. 很多年过去了，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回到了汴京，继续在景德寺内。苏过在天分上应该是继承他爸爸比较多，看看苏过的那个字儿，还真是像他父亲，画也画得不错，所以他称为小坡。一日，宫中宦官奉宋徽宗之命来到景德寺，召苏过入宫。入宫后，苏过被带到一处庭院，宋徽宗已等候多时。苏轼过世以后啊，皇帝大概也是怀念这个苏轼啊，请苏过来画画，其中画石头吧。这个画面让人遐想。当一个伟大的人物成为过去的时候，人们总是追寻伟大的人物的踪迹，来发一种很遥远的幽谷之思。哎，我们在这个小坡身上看到大坡的影子，哎呦，居然他能够在局部上展现他爸爸的风采。因为留恋这个人，所以让我们得到些许的这种心理安慰。空白的墙壁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上面有一方石，几株树，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只是后来伴随着清兵南下，那画、那墙、那宫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绣出旧年的芬芳。